是那个，今天你们是劲舞团的吗？我让我看一下，名字国际舞团，你们这是一个舞蹈团吗？我们是一个舞蹈室，我们出来做快闪活动。啊，今天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可能就是做一个推广。嗯，对。你们谁是老师？我们两个是自学，他是钢管。对，钢管老钢管舞老师。对，来，我们互动一下，好吧？来，老师你好。啊，然后你就是最擅长的舞蹈是哪个舞蹈？钢管舞呀。钢管舞是吧？对呀。那你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最擅长的就是会在大街上会给我们跳点什么舞？我们现在因为钢管它不适合搬出来嘛。对，所以一般现在就是爵士的主场。爵士的主场。对，它会多一点。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一个就是YY站重庆站的站长，然后专业就是说。专业从事是在户外，就是说做节目，然后会发掘一些就是特别有才艺、特别有那个什么、特别有互动能力的妹子来从事这个网络直播。然后现在你们有就是说有没有听说过身边的朋友在做这个？有啊，这妹子啊，你们歪歪的。你是我歪歪的吗？哎，幸会。啊，你是那个什么专业的舞蹈主播是吧？歪歪站的。对啊，我公司就在这附近啊，就在那个星光六八。然后那个就是你在歪歪里面直播多久了？几个月吧，没多久。效果怎么样？还行吧。现在你人气有我高吗？来，我过来了，没事嘛。你看一下现在我有多少人？你看一下人气。我没有。来，兄弟们，公屏上打出妹子厉害了5个字啊，妹子厉害了，都打到公屏上来。3、2、1 ，Action！ 打字呢？是我卡了吗？怎么始终看不到呢？怎么的了？666，扣一包，快！卡了。怎么兄弟们这个时候打字不方便吗？还是咋的？卡了吗？是卡了。然后你是专门就是每天直播跳舞吗？嗯。觉得累不累直播？还好吧。还好是吧？然后那个就是也挺累的。现在那个收入怎么样呢？收入这个很正常嘛。就是我的话，我直播的话一个月大概在70-80万左右。你现在直播收入大概多少钱？不要笑啊！不要握个手啊！不要遇到同行还不容易啊！就是你大。他你也是是吧？哎呦，我也是啊。我觉得没多久。你也不多，是个小孩子，今年多大了？啊，今年16岁。我今年我觉得可能18岁，有没有？这个也是你们的同学吗？这个？他是学舞蹈的。哦，专业你是爵士舞的吗，妹子？没有，钢管。钢管舞蹈，钢管舞是特别的，就是说臂力是吧？我掰你个手腕，我能掰得动不？我掰个。3、2、1，哎呀，我操！好大的力气！好大的力气，厉害了！来，这样吧，来，各位宝宝们，这样，今天我们现场有10000多人在线，来，我们跟我们跳个兔子舞，好不好？啊，就这个曲子，来，所有的宝宝都一起上，好吗？跟我们跳个兔子舞，好不好？对，给你们推广吧，对吧？来，我们在场的所有的那个妹子们，一起跟我们跳个兔子舞，好不好？真的，来，一起上来，走。来，这个妹子，我们把音乐重新关了，重新开一遍，好吧？就是跳这个兔子舞，啊。来这边各位，Come on！ 把这个拿着，镜头感。这样，你们自己跳啊。把这波妹子全部挖过来啊！这领队的这个小姑娘有点意思，要 ID， 我拿 ID 来干嘛？要！继续，哎，咋还停了呢？
上，跟上，跟上，哎。那不行，我要跑到最后去。丢吧。啊，有节奏吗？我也学一学。谁？这咋的？左。